希望大家都和我一样爱上这款产品，对，再充满激情一点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戴安娜沈健，爱多美的星光大师。今天非常开心呢，我为大家介绍一款我最喜欢的爱多美的产品，就是这支逆龄小安瓶。在使用我们这支逆龄小安瓶之前呢，我们一定要先使用我们逆龄六件套的这支爽肤水。那用完爽肤水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支逆龄小安瓶啦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使用的。这样子，我们打开，然后拿出一滴，滴到我的手掌心。为什么要滴到手掌心呢？因为我们的安瓶里面呢含有活性成分，活性成分呢在温度高的时候它会完全的释放出来，而我们的手心的温度通常呢都是比较高的。贴士二，我呢还会使用这支小安瓶第二遍。第二遍是怎么使用呢？还是一样把它滴到我的手掌心，然后呢我会把它点在我的有皱纹的部位，比如说额头纹、眼角纹，还有我的法令纹，我们再做一个按摩的动作，一直到它完全吸收。因为这里面的活性成分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增长，有非常非常好的去皱效果。贴士三，我们在使用这支小安瓶的时候呢，大家要记得哦，这个滴管尽量不要让它碰到你的肌肤或者是任何外界的物质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安瓶呢它里面是没有防腐剂的，所以呢当我们如果碰到了我们的肌肤，就会有细菌带回我们的这个精华，我们的安瓶，这样子会影响我们的效果，大家要记得哦。我祝愿大家都会因为这款产品重返青春，让年龄成为秘密，让美丽成为永恒。